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将军澳广场李家阁阿 Bell， 今天带大家看的是军澳湾。军澳湾由新世界发展，总共有三座楼组成，合共提供1472个单位。今天带大家看这个单位是位于一座的医室两房单位，事不宜迟，带大家看看。这个单位是向西南，可以看到少少海景之余，最主要是望天骏一期和酒店的乐园景观。行入个单位有个玄关位置，见到原业主做了很多收纳的空间。这个单位是属于两房同向的单位，而且两间房的间隔都非常之实用。厨房设备齐全，亦都有很多收纳的空间。洗手间是浴缸设计，方便浸浴。大家看完这个单位有兴趣，又或者想知道多些其他屋苑的资讯，都欢迎随时联络我。多谢，拜拜。